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高清晨，非常感谢 Melo 97.5 把2022年首个最受欢迎偶像奖颁给我，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会带着大家的喜爱和支持继续努力。这是我的奖，可是呢，这个奖很重，因为满足了你们的喜爱和支持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就快拿不起了，因为很重，所以今天我要先走了，要把这个奖呢，就是放下来，好不好？我先走了，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见啊！这个很重，我走了，拜拜。